欢迎来到 Hub。哦，这次又来到我们的 Hub 的。哦，这次又来，感谢欢迎再度收看我们的火炬之光啊！这次我们要到一个新的地图去了。这个地图呢，在这个算是北边吧。哦，等一下，哇哦，这个地图看起来不赖哦。充满了危机四伏啊，到处都是电力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仙人掌会不会受伤啊？碰到会怎么样？欸，没事欸，可以砍吗？欸，这边有个楼梯可以下去看看啊。哇 ，cool， 变平面的嘛？我。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好像是点数的地方啊，获得点数哦。哦，22个。哦，上来了。哦，闪电好大，好可怕。欸，发现一个机器人啊，打坏他。哦，获得法力值，集满5个呢，就会多一条出来了。这是什么？闪电哦，闪电要打我，那么快，太坏了吧？我们看一下下面有什么东西啊？欸，这有敌人的样子吗？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这是干嘛的、啊？还是可以跳上去啊？这是发电机吗？不能打、啊。欸，哇，那是他的脚啊！好怪哦，那什么动物啊？螃蟹吗？哦，暴击还有慢动作，反正这个电力应该过不去了。躲在这里面，哎，扣血了。哦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我觉得电下应该就挂了，试试看啊，试试看。哦 ，no！哎呦，小怪物在躲在这里啊！哎，获得一滴血，杀死小怪物可以，哎呦，可以获得一滴血，补血技能的。来，电力好可怕、啊！绕过去一下，看一下这边还有什么。哇，这自杀用的地方吧。我看看这边，我刚刚有看到一个地方可以走。欸，跳下去啊！欸，掉到刚才的地方欸。这个掉下去就上不来，我来从这边上去好了。这个是干嘛的？我可以打破它的，应该是什么开门吧？哎，这什么？蓝色的？不是啊，按错了吗？哦，放射的吗？这什么啊？哦。电梯就这样开了，哦，这个房间好漂亮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来打开，哦，那个平台就可以用了，我刚看到很多平台都是这样子的，
那我要找地方上去了。啊，这个要很多充电，然后它这个类似像这个门，这个是桥吧，就会打开，是这样吗？我猜的。OK， 然后右边应该没有什么路哦，我觉得应该是走刚才那个打开的门吧。地上有小怪物，哎呦，大只的，哇，我剩一滴血，哦，好可怕、啊！哎，哇哦，听听听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哇！就不信这个打不了你哦！哎、欸，他的那个装甲坏了，太挂了！哦，酷哦！不晓得被闪电打到会损血，这干嘛的？发电机啊！这个不会是要爬吧？哦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！来来来来来来！耶呜！耶！哇！扣一滴血！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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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，过来！呜呼！啊！哈哈哈！被围殴了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出不去了。好险，好险，可以补血啊！哎、欸，那个要戳我，知道？会戳我，这可以绕过去吧？没路了。啊！不能碰啊！这有路吗？哦，哎，这楼梯耶！就乱砍，原来有小怪物，我要先清一下怪物，把你围殴，让你先让它动。OK， 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哦，获得点数的地方。哦哦哦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买新的技能嘛，对。这个应该是要那个宝石才办法，才有办法用电力的。上去看一下。啊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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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顺利抵达了，插去。哦，这是什么球啊？会转哦。哦，哦，好酷哦！干嘛用的？哎，那是有一条路出现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有补血的。闪电打一下。哇、哦！出现一条路啊！有一堆小怪物、啊。
干嘛的？不是啊。哦，这有个通道。诶、欸。诶、欸欸、我差点掉下去了。哦，下面有发电机，那个好像是手，哎、欸，好可怕。记录的地方。欺负小动物，这些砍伐是什么东西啊？蓝色香菇，蓝色香菇啊！等一下，这是要哦，改装我的手臂的地方。我的手臂被拉长了啦，这是会丢什么东西给我？干嘛用的？手臂好像变长了。哇，有特殊招式！哦，是干嘛的？我好好奇哦。咻！是啊。然后是不是要先上去啊？啊，要从另外一边上去。应该从这里。当这个门打开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下来了！啊，传送的！哦哦哦！我要传送的，然后呢？这应该是哦哦，等等等，这是那像开关一样的哦，再传送回去吗？酷哦！传送点，哎，这有时间性的，对不对？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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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，快快快 ！X 啊！可恶，开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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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穿穿穿穿穿。等等等，这是刚才下去的地方，所以这样子过去。啊！啊！摔死了，从头开始了，穷了，穷穷的，再一次，再来啊！啊！赶快爬上去。这次就不用时间限制了。新地图啊！哦，至少这扇门打开了。对，哦，那个可以动哎。
哦，必杀技，这什么球啊？哦，这是干嘛的啊？它可以移动啊！这是干嘛用的啊？不会是在这边吧？这可以过去吗？不去啊，算了算了。好酷哦，它是一个机器人啊。这可以过来吗？要去哪边啊？不要走，不要走啊！就不会摔，哎、欸，不会下去、欸，哎、欸，它可以压怪物啊！哦，酷哦！压一压就挂了，来再压一下，哈哈，小怪物压不到啊，这可以压大只的，哎、欸，不要跑啊！这个。地板是不是可以抓的样子啊？哦，哦，酷哦！呀，这里没有路了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增加猛击伤害啊，当然要啊，这我收下了。你看，这个是可以拉的吗？然后呢？哦，开电源的地方啊，然后那个门就打开了。这应该是道路哦，还有灯呢，酷哦！塞，哦，切开了，这是什么？奇异果花啊，这是那个增加血的东西啊，获得一颗星呢。这个绿会不会损血啊？这是干嘛的、啊？然后又有小怪靠近我了，不止一只哦！哇哈哈！哦吼吼！上面有大只的。哎、欸，我丢法力耶！是什么啊？研发的哦！哦哦哦！厉害啊，厉害啊！哦，厉害哦！不要躲啊！来 PK 啊！哎、欸，他来，他来，他来了！哦哦哦哦！哎、欸，他是跟踪的嘛，对不对？追踪飞弹。咦、欸？哦吼！哇塞，那是什么啊？范围技能哦。是可以跳过来跳过去的，所以如果要阻止他，是不是要用这个？看看，我先把小怪清掉。哦，损血，这可以干嘛？打爆他，没效啊，没有用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。一下，给我传送过来！呜呼！啊不不！啊！损不滴血还好了，跟你拼了！啊！呜呜呜！哦哦，小怪会重生啊！我先补血一下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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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特殊招式来了。这是小王吗？卡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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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，他传送一个点会重生小怪啊！啊，躲在墙壁后面，这应该打不到我吧？打不到我啊！逊哎、欸，逃走了。哦，他可以打啦，可以打破他。哦哟，我刚才没有注意到。这个上不去了，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吧。破破破破破！他生气了。耶、yeah, ！他挂了，他挂了。所以第三个保留在上面，对，然后完全没有用。哎，不过至少这边有一个这个。哇，又可以买新的技能点数了。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那个机器人可以放这里啊。然后我要想办法怎么样过来这里啊？上去啊！哎，这里没有了。不过至少我们知道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坐这个机器人过去啊。啊，这里过不去啊。不会吧？所以他有另外一个机器人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他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，把机器人放这。下去还上得来吧？传送点。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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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回到原点。哦，咻！啊，摔倒了。所以他应该就只剩这条路可以走。可以上来，然后呢？哎呀，这怎么走啊？应该是从那边吧。再往前面走，应该在这里附近的样子。
呀，这个机器人怎么弄啊？啊，没有那个球了。这里上不去。看一下地图。哦，是不是有可能要走回去啊？因为亮亮的点在后面。啊，这样子我先回去一下。才小怪，哎，这里过不去啊，对啊。有可能真的在这边哦。啊，那个前面有个传送点没有修好。下去。没看到。哦，发现个机器人呢、啊！啊，这里呀、啊，这条路啊，前面走过去应该 OK 啊，可是怎么过来啊？这个路机器人可以走吗？这边走，穿过来。我试试看哦，他可不可以？过去应该过不去。对啦，应该过不去啊。会不会是？应该是说，靠，我不知道。怎么走呢？算了，我先走回去，跑回去刚才的地方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我踩一下，让我踩一下。哎，踩踩踩，你不要走啊！看来是人在这个地方啊，探险一下这附近的样子。好，我们先实况先到这边了，我再研究一下，看怎么样过去刚才那个地方啊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哦。